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嘛，对不对？不误自己，对，不误众生，不愧对天地，能不能做得到？这是重点，是不是？很多东西就是啊，自己讲的没用啊，有没有真的有那个火候？那就是试炼心嘛，有试炼来的练的，才知道你有没有火候。比方说有，那后来真的有还是假有，不知道。哦，所以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讲，我不愿意看到那些什么突然来说赶快救我，赶快救我。你突然过来一句赶快救我，那怎么救呢？总是看你有没有库房里面有没有东西嘛。所以这些东西基本的道理你要有，对不对？你基本道理有，但是你不做，又不是自己的，所以又是空谈。又是跟别的系统一样的，讲的天花乱坠的，结果根本都做都没做来搞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接着我就要看了台北哦，台北、台中、高雄三个地方不同时间的分享会，有多少人去参加？我就要看我们每个学员哦，到底在讲什么，讲真的讲假的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以便这个上级指导，这个拿一些信号回去，看看到底人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所以然，对，做一些处理的参考，就这样。哦，所以我已经跟你讲完喽，哎，我已经讲完喽，你不要把我的话从左耳进右耳出。我想告诉你的，其实一个事情呢、啊，它有好几种面，对不对？现在讲的，那除非你就是绝缘体，讲完没动作，那就白讲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讲完你已经知道有这个契机，哎，可能就随这个契机，很多东西上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好、哦，如果你相信我讲的话，你不相信那就没话讲；如果你相信我讲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。